猴面包树。猴面包是非洲生命之树，主要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较为常见。它是长命之树，能存活至少2000岁。我已经2500岁了。猴面包树有着粗厚的茎，树干的圆周直径可达30米，需十几个人围成一圈才能把它抱住。它的别名为瓶子树，在一个雨季就能储存大约12万公升的水，就等于12万只的一升矿泉水呢。因此，它可为当地人提供大量的水源。每到4至10月是猴面包树的花期，在这期间它会开花结果。猴面包树全身是宝，叶子能磨成粉，制成药物，还能做成菜肴，花朵带有甜味，可以做成糖果和饮料，果实富含维生素 C 可生吃，也是猴子的最爱。种子可用来制成油和化妆品。树皮富含纤维，可以用来做成篮子，制成布，甚至能做成牙刷。动手画一画猴面包树。